然下起了太阳雨，雨，人在雨中奔跑，但是太阳雨的是，陈刚怎么样？没看到他们，不要紧了。有他也不行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，现在把整个球场都打湿了，但真的很漂亮。孩子们在打扫卫生。哎，这个很漂亮啊！这个雨后，你们在弄水，小朋友们在清理水。现在是2022年的8月8号，属于我们农历的立秋的一天。我们现在是在 Tom Sawyer 的 pickleball 球场，孩子们在打 pickleball。这两个小朋友是 Lina 的女儿和陈刚的儿子。这教练是 Lina， 这是查理、壮壮和 Henry。湿漉漉的球场今天看起来特别上相，镜头下的美国坎塔基很漂亮。你们开心吗，小朋友们？ Yes or no？ 你们都开心吗？啊，都开心的，大家都开心的。我再去采访一下你，小李，你开心吗？也开心。我们这边陈刚，你看今天这个特别上相，这个是水天一色，哦，是特别好看。我给他录了一下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啊，开心不开心？你们坐上台的那个，幸福可以回忆的意义。沈年，你幸福吗？
不是神，不是佛。我都看今天是真漂亮，我再拍一个，我发到你。你要是再给我点钱，我会更幸福。像狼外婆，是，他脸要再，你看就像我们家那个臀。像狼外婆，是，他脸要再，你看就像我们家那个。